明星篮球员张志峰和林群峰分别带着老婆和岳母要来抢夺锅子了。在家里做菜也是阿梅姐做的，我来做的，然后我会帮忙。你会帮忙？帮忙不小，我是帮忙做菜，让我帮忙做菜，帮忙顾岳母。今天带来的菜名叫做什么？叫做缤纷番茄虾仁蛋。我想的是虾仁炒蛋。缤纷番茄虾仁蛋。而两边今天要进行的指定菜是要挑战家庭后大分量的茄汁海鲜蛋炒饭。这个张志峰可以吃几罐啊？这样就这样，这就是他的了。对啊，这样子一大碗。他在家的话就是这样，真的哦。在那边有谁来帮我的六块六块数字牌？对，这是六块数字牌呢。我跟夏雨乔各有两块牌。哎，醋鼻啊！抽到你，我不是很衰。我们放弃好了。不行，一定要选。随时都会抽到你，跟谁？你一定要选。一号。一号认得了。一号选到的是丹丹。好，不要再讲了，我们自己都会做。哎，新规定就是我说什么，你们就要做什么。欢迎各位再一次的准时收看《型男大赌徒》，明星球员来下厨。感谢各位朋友在每天晚上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马上欢迎我们两位主厨。好的，来欢迎右手边这一位，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每天都要看到的，啊，不能没有他的阿技师。欢迎阿技师好，谢谢主持人、观众、观众朋友，大家好。Hello。左边这位呢，就是他的创意无法无天，他的笑容无人抵挡，那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创意大达人张师。哎呦，张师，大家好。一家四口都露脸了，今天要欢迎呢另外四位了。是的，这四位啊，哦，今天是双生双蛋的组合，一个带老婆，一个带妈妈。欢迎哦，两位明星球员林群峰、张志峰两位。这位先生，你要去哪？这位先生，好早啊，开始，我不知道可以走那么远。你不要一直讲当谐星好不好？谐星，明星球员，好进入主题了。对，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啊，你就特别请到台皮来，对不对？啊，吃庆功宴，对，快吃完庆功宴之后呢，大家痛定思痛，想说怎么可以不请达兴来，对不对？对，是不是？好，再怎么样，再怎么样也赢过一场了。对啊，也是第二名，怎么这样？往事就跟他提起了。第二名，对啊，这是无可匹敌的，也是很厉害的，都第二名。谁能威胁台皮？只有你们呐，对不对？所以今天制作单还算有良心，当然，因为连退休球员都请来。他还说你还整个这边最高那个，这边最高那个啊，阿美姐，谢谢，是你的女婿是不是？是。美女梦，你最近开始转做艺人了，对？有在跑通告了，真的哦。因为篮球圈长得像我这么好看的，还真没几个，对，又能言善道，对不对？真的，他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张志峰跟严丽婷结婚多久？就比不了。你先跳过，我习惯了。哎，他要转做艺人要多了解的。对，就你的长相那种。真的很嫉妒，事实很多人都很嫉妒，哪个人嫉妒啊？真的，对，嫉妒你怎么会长成这样？停，我说阿美姐，哎，这个女婿你作何感想？很好，啊，100分，真的吗？他满分6000，他私底下就是这样，对，他有5900的进步空间。张志峰，你是比较寡言，对，比较木讷一点，是这样子吗？还是谁会让你话特别多？比较熟的啦，就像大高中同学那一类的，只有高中同学。他们俩刚才后台聊的跟什么一样？他在你队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们不同队，不同队。高中是同一个学校的。哦，对了，你是说你是我台演的啦，我台演的，台演的。先把草稿看好吧。有啦，有写有写。不好意思啊，又错，我今天都是当事人。你应该对他没什么兴趣吧？哎，怎么这么巧？我觉得也是张志峰。两边的人都会做菜。今天呢，我明星球员呢，今天我们好好做的这私房菜给大家吃一吃，好不好？好，明星球员来下厨，私房菜各就各位。今天我们今天是很明显，主厨应该就是阿美姐。阿美姐，好，今天带来的菜叫做什么？菜名叫五彩鸡丁。五彩鸡丁啊，感觉好健康。这是个颜色缤纷又很开胃的菜。哎。
用水哦，加一点水，稍微抓一下，然后胡椒粉。哦，哦哟，鸡也要喝水的。他已经往生了，要喝水。林青峰跟妈跟那个岳母住很近吗？我们住在一起，然后帮我们顾小孩子。哦，真的啊？对，哦、真的吗？那还好，难怪你可以这样子上节目。所以在家里做菜也是阿梅姐做菜吗？对，都在做的。而、哦、我会帮忙。你会帮忙？帮忙顾小孩，不是帮忙做菜。让你帮忙做菜。我帮忙顾岳母的吗？看好岳母。加了一点胡椒粉跟盐巴，一点胡椒，白胡椒跟一点盐。这是你们家餐桌上时常会出现的菜色吗？真的哦。林群峰喜欢吃妈妈什么菜？这道是最棒的，他不挑食。你腌过了噻、欸，是炒不行，你一炒就炒完了。对，你整个炒完之后，我们就忘记张志峰有来，知道吗？对，我们要过去看一下。好，你且稍待，这位高贵的夫人，谢谢，太伟健，来这边各位，这边请。好、啊，两位先抗力。嗯。主厨是谁？主厨现在知道是我。你会做菜吗？你不是只会翻桌？怎么有点心虚的感觉？就是做完菜再翻。张志峰很厉害，张志峰的食量也是超级世界无敌大的，真的、哦，对不对？多大？他每次煮的饭全部吃完，全部吃完，多剩。据路透社指出，每次严丽萍在家如果都要做菜的话，一定要四菜一汤。几个人吃饭？两个人吃，就我们两个。四菜一汤，而且一定吃完。饭大概煮多少？饭只煮一杯米啊？三杯。啊，三杯米是六碗饭的。你看，怎么会这么饿啊？球员是运动啊，你以为一定要卡多音才会这样吃吗？我想吃，可以吃完就哦，原来这两个消耗。对，今天带来这个菜名叫做什么？他退役了，叫做缤纷番茄虾仁蛋。缤纷这两个字，我想就是虾仁炒蛋。缤纷番茄虾仁蛋。好缤纷哦！那娘炮不要讲话好不好？那娘炮林青峰，围什么红色围裙？可是你老公也围兔子围裙。我刚没看到。哎，有兔子长得很有个性的，干嘛这样？对不对？好了，咱们开始，请。好，那就麻烦先打蛋。打蛋哦。而且我今天其实蛮后悔跟他来，我应该找婆婆。可是今天是明星球员呢。哦。一定要带他来，一定要带他来，不然没办法来。你今天是因为他才有通告的，有点浪费。哎呀，严丽婷，忘了今天主角是老公，他才是配角。不过一开始就和对手的林俊峰吵起来了，这场四方赛还会有什么样爆笑场面？哎，你最喜欢吃妈妈什么菜？什么莲藕鸡脚啊？所以真的，还有莲藕花生，莲藕跟花生，还有花生鸡脚。你看，它是三种食材分三种。我他们那天一到现场，我们要打第五代的时候，嗯，哦，他们刚到暖身就已经打电话订包厢，对，还没停就订包厢。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你改变什么？而且我今天其实蛮后悔跟他来，我应该找我婆婆。可是今天是明星球员呢。哦。那一定要带他来，一定要带他来，不然没办法来。你今天是因为他才有通告的。有点本末倒置。你要搞清楚事情的重点，对吧？我志峰开玩笑，这抢手的很，你以为？对，不要说你这长年轻貌美，通告很多没有。我也不厉害我。就你不厉害我。哎，你在家会跟你老公撒娇吗？啊，他是我的天，好吗？真的哦。有到天。为什么笑声那么大声？他是我的天啊，所以在家里都是听他的话。其实真的，他说一，我不敢说二。所以我常在家里面，常在家里面会听到哦，我的天，我的天。他超会搭了，你姜炒的姜无所谓，这香味 OK 的。姜爆香以后，先炒番茄的。先下蛋再番茄的。阿基师，我这样对吗？快下。葱丝要切很细的哦。啊，很久没有镜头了哎。哦，你来了，好，拍久很久了。啊！拍子，你抢戏耶！不是一个瞎扯淡，好了，没关系，因为他现在已经没球打，多给他点镜头。对了，那我要到隔壁去一下了，好不好？快点回来了。是要到什么时候？一分半左右。要一分半钟啊！好，那我两分钟又回来哈。嗯，来隔壁这边请。回来了啦！哎呦，
你已经过油了，对，要先过油。哇，过油了，哇，它是媚呢。加一点点那个太白粉，哦，下去过油。哦，有抓过是？抓过粉，这样比较嫩，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不在的时候，你有加了粉，对，胡椒跟盐之外还加了太白粉，这样。过了油，这大概现在几分熟？五分熟、六分熟？大概五分吧。大概五分熟而已。这菜我相信应该非常好吃，一定好吃的，一定好吃啊！你最喜欢吃妈妈什么菜？汤。他妈妈煲汤很厉害。对，那是什么汤啊？莲藕鸡脚。啊，所以真的啊？莲藕花生。莲藕鸡脚这样的汤听起来就好喝哦。莲藕鸡脚是个最棒的组合吗？对，因为鸡脚本身胶原蛋白也多。对啊。啊，补骨补。还有莲藕花生。莲藕跟花生。还有花生鸡脚。你看，它有三种食材分三种，多棒！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听到花生猪脚？就没有啊，都是这个。应该不外加猪脚，其他都加呀。猪脚我用卤的。对，卤的。哟。对啊，卤猪脚很好吃。先炒洋葱，再炒洋葱炒香。它一定有这个顺序，对不对？对。对不对？我觉得顺序很重要。我不知道对不对。这菜有没有顺序的问题？有。有。有呢。有。有。然后我才下这个马铃薯。马铃薯啊。对。这个真的好营养哦，小朋友吃很好，很多蔬菜都有，而且我在家里煮都会煮这个酱出来。哦，小孩子，小孩子比较好咬，牙口不好。对，这要我做的话，不是牙口不好，是比较好咬。牙口不好是老人家的牙口不好。然后我下点水下去焖，焖一下，然后我再下毛豆跟黑芝麻。它是放个咖喱块就是咖喱饭，真的，对，要放这么多水啊？对，因为我想让它软一点。那它不打球，你会觉得很可惜？有这么觉得啦？有哦，对对，可是那很多，它是个主将型先发五人的结构，它竟然不打。可是他当艺人也很适合啊。那是他，不是他，还那么年轻。他很不甘寂寞，一没有拍他就你知道，觉得寂寞。你年纪算长的吗？不会啊，32岁，小你十几岁，哪有算账？不要先走，不要因为讲不赢我就要先走，留下来，慢慢讲。我不想场面那么僵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极了，我们要带队长回来，好不好？谢谢。隔壁要炒了，哎，严立丁，真行。差不多吧，时间。嗯。哇，变成鸡汤了。对啊。还蛮好吃的。这边过水干嘛呢？这边要烫虾，我已经烫好了。虾酱烫一下，阿基士，会不会觉得会有甜分跑掉的问题？会。其实以这么多的水量啊，你丢下去，折中一下蛋熟成的时候，甜度就全跑出来。对啊，你烫过以后，水溶性的东西就流掉了。啊，你闻看有没有虾味？有哎，蛮香的虾味。香哎，有哎，好香哦。啊，而且很香哎。哇，都是林群峰。走。啊！你是不能这也怪他呢，这我爸说句公道话，为什么这也怪他？可以的啦，这样可以的。调味了没？调了，可是还是有点酸。那天那个陈胜利讲说，他们那天一到现场，准备要打第五站的时候，他们刚到暖身就已经打电话订包间，还没比就订包间。哎，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你感觉怎么样？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你看，这个就是运动家的精神。运动家，对。我要放了。林群峰绝对不会讲这样。像前面每次球打过，他都会讲，只要问哪边痛哪边痛。下蛋了，你对，不互动就对。跟一般看到不太一样。脚本。哦，好。是一个很奇妙的蛋花。干嘛啦？你走开哦。哎，太湿了。很奇妙的蛋花番茄汤哎。会有一些背后的，没有，我来。你们在屏中时候是同届吗？没有，小伟没有，小伟同届，对，学长学弟制。我来这帮他反比，说台比加那的话真的太不应该。结果呢，达兴本来会把他们4比，看起来真的达兴是输在杨将，真的有希望。达兴是输在杨将。哎，你终于说句人话。不是，因为我学弟啊，如果台比来，我也是帮他们讲。你番茄那比啊？走开呀，陶文杰。赢家的明星篮球员要 PK 的指定赛，求救赛是全家吃大分量的茄汁海鲜蛋炒饭。我们放弃好了。不行，随时都会抽到你跟谁。你一定要选。一号，认得了。一号选到的是等等。好，其实不要再讲了，我们自己都会做。张志峰他好不好追啊？又是教练介绍。
心思输在杨绛。其实真的有希望。大家心思输在杨绛。哎，你终于说句人话。不是，因为我学弟啊，如果台北来，我也是帮他们讲话。你番茄那里啊？走开呀，陶文杰。虾子什么时候放？就蛮忘记了，看他就是来扰乱我。你这种菜我也会做。走开。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太简单了。是谁几嘴而已吧？那是谁结冰呀？对自己的长相怎么那么有自信？是为什么？自我感觉。因为我上次去高雄，他说：“哎，你怎么越来越像曾国城？”我朋友讲的嘞，我说我那天自己把自己灌醉了。你说这里还让你像？很高兴，开心，开心。因为我是不是撒了葱花就结束了？是？好了，撑起来才要撒。都好。看家没解了，算完成了，对不对？对。哦，恭喜哦，好。好。来，隔壁，走，请。阿梅姐，哦，香菇，看起来是软了呢。对。香啊。梅薯味道都出来了。对啊。都香。是最天然的。嗯。天然。蔬菜汁。阿姐是啊，他这边用的是这个鸡肉。嗯。如果我这边用鸡高汤或大骨高汤取代这个水质。最好是你刚刚讲的这种方式，对不对？对，比用单纯用纯水要清水要更。当然，当然味道还会更浓一点，更香。嗯，然后下去就会有自然的浓稠发现，就是水解出来。这道菜也是要湿湿的吗？对，啊，湿的不是要有一点点水，水啦，要有一点，不要说太干，可以拌饭，太干不好吃，对，可以拌。所以它是马铃薯释放淀粉出来的时候，它就有点浓稠，它的浓稠会有自然的浓稠，对。它那个有气孔，哦，加点酱油，然后我加酱油跟味淋，味淋，嗯，它本来还不够甜吗？那些马铃薯啦，洋葱，我都会加一点点味淋，哦，吃看看吧，就提一个味道这样，其他我什么都不加，让它甜的更迷人，对，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加了，哦。嗯，蛮特别的，就是很可以试一下味道。这菜谁？严立群不要再攻击他了，我比张之峰还混吗？他都不讲话，吃个端子好加一点话嘞。他要打蛋我们他要打蛋，他这里我帮他捣蛋的。我们家吃比较淡，所以我不要太咸。可是这道菜在我们家，我连酱油都没有下。真的？对，真的放盐巴就好。放盐就是放盐巴，然后一点麦胡椒就好。看来也完成了。看到倒数10秒。你看到吗？我有做事了。好了，时间到。我们先吃你们的，好不好？先吃五彩鸡丁，来，阿律师。哎，谢谢。那你先。我们家还有一盘。真的好清爽哦，好好吃。好有妈妈的味道，嗯，谢谢。真的好清爽。可是我觉得味道够哎。鸡肉掌握的熟度还不错，嗯，还不错吃，真的。哦，小配饭吗？有一点。要吃还有下一道，下一道再听说我们今天指定菜跟饭有关。来，再试一下这边的缤纷番茄虾仁虾子蛋。虾子蛋。我讲完了。有渣呢。嗯，你看阿金斯的表情，快点看他的表情，快点！阿金斯快昏倒了，你还在昏倒？你平常在家里吃到的番茄炒蛋是这样的味道吗？口感是吧？口感还好，口感还好，只是有点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可惜耶，谁做的比较好吃？随便举牌，一、二、三，举牌。两个，恭喜阿金斯，谢谢。还是岳母厉害。他只有两票了，他刚点头说：“哦，怎么敢拿上？”对，他赢在哪里？在不实行了。嗯，妈妈这边煮的就是原汁原味嘛，你把蔬菜的汤全部都熬出来，就营养的部分来说呢，是100%可以吸收得到。那洋葱的部分，煸香的部分也煸得不错。那最主要是因为鸡胸其实不好处理，妈妈也处理的啊，很嫩。哦，这个我觉得这是妈妈的菜心美化处理。这是总结。其实今天两道菜都很养生啊，嗯，那当然都不专业。那在养生当中呢，我们选择当然是缺点最少的，嗯，就胜出。那当然今天妈妈这边是全部都到位了，那这边唯一可惜的就是说，我一个诀窍给你，嗯，你打多少的是说最近这
你家己嘛咧爱，嘛咧爱，可能你今仔日对迄个鼎的功能无熟悉啦，遐只水你免惊，软甲饼起哩，刮甲砍的火禁掉，过翕的，翕到尾啊，就敢那日本料理炒完蒸安尼，一碗的水软，伊的软软散花，卡起来规地敢那软过安尼，啊造型都袂安尼灰灰安尼啦。啊，袂安尼涩涩，不要紧啦。原来这灰灰啊，我做灰灰的。灰灰，你两个拼起来，刮个卡的，起袂就好啊，就变成好像蒸水蛋这样。哇，水，那口感就更棒了，就更棒，就不会这样散散。对啦，不行了，不行了，这样更棒，还有又多一碗了。像这种食量，这样都可以吃五碗了。他食量真的，他食量真的很大。目前2-0，先给阿美姐林群。恭喜。这个桌子哈，要顺利得到哈，谢谢。初步的初步阶段，还有第二个阶段指定菜哦，指定菜哦，指定菜跟饭有关，是不是？请看，茄汁海鲜炒饭，而且是全家吃。什么叫强调全家？就是这个分量啊，绝对我们一般人可能是全家吃的，这分量可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一人份，就是分量很大就对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五碗饭分量都要很足了。茄汁海鲜炒饭，各就各位。茄汁海鲜炒饭这一碗大概多少的量？大概有三碗饭吧。两碗半。两碗半是吧？好可怕的一碗饭哦！我们讲是讲这个炒起来啊，就是这都是压实了的，然后整个炒松炒散了以后啊，最起码是一大盘的。对啊，饭会蓬。的确是全家。这个张世峰可以吃几碗啊？这样。你就这样，这就是他的了。对啊，这样子一大碗。他在家的话就是这样。真的啊。阿基斯介绍一下制作重点。好，那么首先留意啊，调味料里面有陷阱，是调味料有含剂哈。那么第二点要注意的地方，因为量体很大，所以你的炒饭出来要炒得粒粒松明呢，非常不容易，好难哦。多给自己一点时间跟爱心，绝对可以完成。爱心就可以了。对对对，然后呢，因为茄汁炒饭，我们除了番茄酱以外，还有新鲜的番茄，你如何把番茄的味道跟海鲜的味道结合放到炒饭里面，你就赢了。今天呢是求救赛，看到没有？请问接下来怎么做？你们一队有一次的机会，在那边有谁来帮我的六块数字牌？对，这是六块数字牌呢。我跟夏雨乔各有两块牌，是两位主厨呢各有一块牌，组成六块牌。看你接下来该怎么做，选个号码，那个人就告诉你该怎么做。是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还不晓得啊？只要抽到只要抽到。哎，醋鼻啊！抽到你，我不是很衰。怎么会这样讲？明明就还有我在里面。你会这样子大吹一个，我一点都不怀疑。真的，对不对？两边加油，加油！夫妻加油，还有我们的这个女婿和岳母加油，对，好不好？请带岳母回家啊！对，来准备啦，10分钟，我们计时开始。这里啦，开始，快点，还不快点做？他说他家在三重。先切一些再加油。对啊，你都还没切，啊、你就开。我又捣蛋了。你又只会打蛋。这一票都没有，你应该不意外吧？可是我刚刚吃的，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吃哎，真的。不会吧？小小是不是？真的，你真的觉得太难吃了？就不是很好吃，但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恶。你平常家里煮的好了。哪里比较好？没有，这边煮的比较好。真的啊？真的？哇，那你真的配合度太高了，张志峰。没有啊，那不管他煮什么，我还是把它全部把它吃光了。那你就是饿而已嘛。叫你吧，我跟你讲，你还好叫你吧，因为还好你搞微啊，然后张志峰话少啊，这就是互补啊，补到啦，对不对？有补到吗？然后张志峰配合度又高啊，然后你呢又愿意，对不对？其实我有时候想要搞微的另一半，如果你家里的人是林群峰，你确定这样会？对啊，哦，就真的会修牌。对啊，吵死了，不行啊，谁要嫁他？有一年，我本来想跟你说你要讲那种说搞我，我本来跟你说我结婚了，不要再对我幻想。你这有幻想嘞，你林群峰，自我感觉好良好。决定我要买一面长生镜送你，你都不知道自己长相。好了，隔壁这边走。走。为什么你们家没有做过炒饭呢？我几乎都做炒面比较多。对啊，炒面啊，炒面比较多。炒面啊，炒米粉啊，炒冬粉。哦，炒饭麻烦了，而且太重。整个是那种搞起来，你要一个人吃还行，那种两三个人吃，对，家里整个锅太多了，手受伤。对，那难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搬锅。那完了，那林群峰会吗？你会一点，做他会一点，会，我会，会，那可以的，我会翻墙。太阳下去
对不对？对对对，其实对不对？海鲜也丢下去炒，然后还有蛋放下去炒，再调味就完成了。你现在在教他做炖饭吗？你要把它捞起来，把它捞起来滤出来啊，滤出来，然后它直接。抽到的是我。他会我会会、啊、那可以那可以我会翻墙你们电视可以动武的对可以啊可以啊会剪掉而已好都备要备好了对不 对你知道整个一下去就好了吗要不关掉了我就一下去就好了好了还有六分了、啊、那完了哎、哦、今天是大分量的一大碗饭的、啊、来这边就请来我啊走这么快说接下来怎么做选几号一二三四五六五号五号选到的是谁谁就告诉你现在怎么做啊选到的是应该是我了张翔哇选到再不是好幸运好来那牌子再问一遍不是、嗯、接下来怎么做詹姆斯你觉得咧我建议的话哦你用一个锅子先把料炒好好备用然后再照你平常炒那个蛋炒饭的感觉再后来炒的差不多再把这些料再放进去拌一拌茄子加进去就好了茄子加进去就好了先炒料想完了吗想完了很清楚啦好还是你没有听到有听懂了我听懂了要做洋葱茄子先把料炒好这道菜出来血池了好还有五分钟哦要快哦一起动进来好什么番茄可以放番茄番茄番茄对是不是要加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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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疯啊今天如果把锅带回家你们今天晚上睡不好真的你要走了肯定会气不走不行啊因为那边要关心、啊、你们那边要求救了快隔壁走怎么了你要求救吗有用料吗那闯茄汁了对来这边接下来怎么做是不是对选几号一二三四六我现在很难选哎只剩一个阿基师了我们放弃好了不行一定要选随时都会抽到你跟谁你一定要选一号一号认了啦一号选到的是噔噔好接下来怎么做下一条你觉得呢我觉得你现在不要再讲了我们自己都会做新规定就是我说什么你们就要做什么我觉得你现在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就是你们的海鲜料呢饭还没炒哎、饭还没炒哎饭要下去炒、对不对对对对，其实对啊，对。对，把饭丢下去炒一炒，然后就把海鲜也丢下去炒，然后还有蛋放下去炒，再调味就完成了。你现在在教他做炖饭吗？可是他已经这样了。你要把它捞起来、可以把它捞起来滤出来滤出来，然后他直接。抽到的是我，只有我可以说。啊来嘞。对，怎么弄湿啊？啊刚刚水那么多刚刚水那么多怎么会不湿而且还开始沾锅了要不要说到的是我你看我们输了我们认输了要教我怎么做跟大家分享了炒饭的观念这个认知上面在现场上看起来似乎有点落差所以非常着实的令人感到担心继续翻炒到隔壁这边请你们听到了对不对一样没有刚完全没有要听的意思怎么下张志峰他好不好追啊听说是教练介绍你们认识的对啊真的有这本来现在原本是骗我说他是远房他表妹远房的表妹对本来是教练要骗的本来是教练要追的本来教练要追哦对真的假的哦好大的胆子啊你怎么会可以说出来可以有可能哦、那你的脚踏两条船吗？哪有？没有吗？我那时候完全看不到教练。教练好可怜、哦。教练年纪应该差比较多啊，八七八岁有哈、哦。有吗？五六岁差不多。还有三十秒。好像是要炒干之后茄汁放进来，才会不会开始。你这抽对牌。你的温度加到够的温度，它的饭就会散。没有，我才刚没有开始。没关系，因为我也觉得我现在害了阿明姐。
我也后悔。啊！现场倒数十秒啊！可是，哇，根本来不及呀、啊！哇，快点！茄子播到旁边来，有点太吵。完了，这个茄子海鲜炒饭是一个，除了茄子的香味，海鲜的味道，都要能够跟饭吸收到，让饭能够感，吸饱了这些的味道，美味进到每一个饭里面。所以它的难度是有的。好，时间到。好，就是为各位示范一下今天的五星级的茄子海鲜炒饭，请看示范。茄子海鲜炒饭，而且是大分量的哦。阿基士一定要多做一点，因为球员真的很饿。阿基士有请。什么叫做全家宝？大分量的炒饭要注意什么？跟平常炒饭有什么不同？我想还是分量的问题啊。其实大分量的炒饭呢，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基本上饭一定是多。对，副材料不管你下什么，绝对不会比饭多。肯定。可是，一般我相信在家里头都不是专业。对，你没有专业的手法去炒大锅饭，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就把细小的材料先分开处理，再整合就可以了。张志峰跟他严丽萍这个夫妻俩啊，炒到一个开心已经忘记调味了。什么？忘记调味？他们这样，他们当然。哎呦，还难得你们从中说出来。真的，没有，我们先讲没有味道，待会吃才不会的，落差不会这么大。哦，有道理哦。哎，那这个我切对了，厉害！做菜可以做菜做到边角。都切成八五点八点吧，怎么样让虾看起来分量很多啊？各位，看好。你是对的耶，他刚才是这样切。他就是把食材都切成丁，是因为跟饭的比例比较容易融合，容易融合，而且水溶性的东西它容易跑出来。这是个黄金炒饭的做法，好，让蛋黄先跟饭做融合。那它上色跟香味之外呢，就是它容易炒得开。容易炒得开，那么就算说食材当中有水分，它会因为你拌入蛋黄以后，它会吸收。蛋黄很吸。你也看后炒。蛋黄很吸收。哦，那像何妈妈你她都要鬼弄表了，也高哦，都是安内了。那因为蛋黄本身它的有卵磷脂，胆固醇很高，吸水性也很强。好，那你拌一拌以后呢，其实饭粒呢你不会炒得很痛苦。那现在我这个油呢下来以后，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要去皮。你们刚刚都是去好皮的啊，我这个没有去皮啊。那我对去皮的方式，那对我用油稍微炸一下，它就脱壳了。过油，等等，不脱皮的，看到吗？不会烫吗？会烫啊！靠炸鸡丝啊！啊，都一只啊，怎么会烫？番茄酱下一半。为什么下一半？留一半等下炒饭的时候。那现在这个一半呢，是让番茄酱跟新鲜的番茄，还有这些海鲜料呢，把它当成一种水分，茄汁、茄酱。会烫吗？会烫啊！靠炸鸡丝啊！啊，都一只啊，怎么会烫？好，这么一波就下来了啊！哇！哇！那么包括这些囊呢，通通都进来。首先呢，我利用刚刚炸过番茄的少量的这些油呢，还保留一点点。洋葱先炒，好，那现在呢，洋葱把它炒软，甜度炒出来，那炒出来以后呢，蒜末进来。阿基师有讲过，炒饭有两个很迷人的东西，一个是蒜，一个是酱油。台湾的炒饭呢？好，那这些海鲜料进来。好，这海鲜也不用先过去。不要了。而且又新鲜，食材又新鲜。番茄进来。哦，麻烦好记得。甜味炒。食材是新鲜的，清洗干净就不要先放过去。没错，番茄酱下一半。为什么下一半？留一半等下炒饭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一半呢，是让番茄酱跟新鲜的番茄，还有这些海鲜料呢，把它当成一种水分，然后让它先做好一个。那这边都不必加任何液态的东西。哦，麦克懂不懂？都要拼一堆的水落去煮安尼啦。哦。首先呢，有一个观念哦，跟大家分享。茄汁、茄酱的东西本身是属于脂溶性的哦，所以不必太在意说你这个会很油。像我刚刚那个番茄下油锅炸，你说它很油吗？手摸起来，你去洗水的时候没有油的残留物的，这个就是它奇妙的元素。你这听得懂吗？你这拍手，听得懂吗？那就是说怎么用？就是说叫你回家的意思。好，那我先。你看好累啦。张志忠，你为什么会要纵容他呢？张志忠，怕被他骂对不对？内心也在。是我们屏东最温柔的一个人，真的。好，那我剩下的蛋白了，把葱呢炒香了以后，把蛋白也放进来用掉。哇！啊，把它用掉啊！哇，葱蛋，好棒哦！完了。好，那这些完了以后呢，我再把它取出来，然后利用现在干的锅子当中呢。来，咱这饭搅好，弄好落来，因为咱这饭拢较软，比较紧吼。因为就是看到饭很软啊，必须拿蛋黄去消水。你不消水的话，你去炒的时候就很糊了。好，那么刚刚妈妈提到手受伤没力哈，其实不一定要去翻它。你在家里炒，你可以把锅子提开，提高了以后，你就由下往上拌，这样子就可以了。拨它就好。嘿，拨它就好。那你现在注意看哦。整个蛋黄进来以后一崩哦，受热马上就打开了。嗯，都会很慌张，是想开小火。Man 啊，不能够开小火。对啊，你一开小火的话，你崩擦起来跟它擦贵，就塌了。啊，擦贵哦，伊个崩你个垮规地连做伙 QQ 安尼哦，啊就表示讲你个崩内底已经米哦已经米贵，规个米粒啊哦已经和你擦糊去啊，就不会焦。哦，所以这特别注意啊，你就好啊。好，那现在饭给炒松了以后啊。我把它往锅子的四周围拨开，拨开它中间的地方流出来，我可以暂时先收小，倒一点点的油在锅底的中间。干什么用？干什么用？刚刚剩下另一锅炒茄汁用，炒茄酱，因为它还是要透过油的萃取哈，茄红素才出得来，香味才出得来。好，这边完了以后，你在油外朝内中间拨。因为你在旁边的时候呢，当然可能有一点手忙脚乱，你在旁边拨不当西岸哦，这边插回脚温架也插回它。那现在呢，我们下调味料啊，我下一点点胡椒粉。你们看到这个？啊，Seven买的。盐巴。谢谢。哦。不管是佐料，不管是酱料，应该有的科学态度呢，我们都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交代，都很清楚的交代啊，让你说该吃什么的功能，因为你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怎么样的一个手段，它的养分呈现出来让人体吸收的时候，都是在最合理的情形之下，哦，这样子就完全是 OK 了。好，那么蛋也不会炒老。你就开火。好，那我现在起锅的时候把火打开，让它热气更强一点。我觉得炒饭真的需要耐心。当然当然当然。好，那现在好了以后起锅了，几滴的香油。哇！什么都没有。好，我再加一点点胡椒粉，让它更香一点啊。好啊，那都拢给你交代个足清楚啊，佐料、调味料每一个。比例呢很轻松的，而且是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的炒饭跟酱油的关系，但是茄子就不需要酱油，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你茄子跟酱油混进来的时候颜色变暗沉，颜色变暗沉，那你到底是要诉求什么样的一个味道，这个是我们要去剖析的地方。幸好刚没听他的，他说要加酱油。这茄子要表现茄子的味道。茄子海鲜炒饭完成。茄子，你要再加几条，我刚刚那个。
主厨帮我们服务一下茄子海鲜炒饭，一人一份，不要抢啊，都有。就香。哇。加三杯油油，差不多。刚才我喜欢这个炒饭，很喜欢，很喜欢，对，很舒服，对不对？又看起来营养均衡，好像一直很想续碗，一直盯着那个炒饭，很喜欢。不能随便续。接下来吃刚才得两票的林群峰和阿美姐，来加一呢茄子海鲜米粿，加海鲜两个。没有想象中糟啊，好吃，你那一步做下去就赞了，把那一步做下去就是还不错啊，因为你们后面有把那个水分调掉，对，谢谢，除了湿一点油一点，没什么，对啊，还不错，味道还不错，谢谢，吃你们的，谢谢小夫妻，算了，钩子先拿去，拿去车上，你把我带下去车上，没味道，这么更逼啊！哇，阿美姐，还好他们没有放调味料，平静了。没有味道啊！味道，这么逼，还好哎，你怎么会忘了加盐呢？我说他们没有味道啊，还真的信盐，还忘了加盐。哇，你们会赢的哎，你们炒得很好哎，是不是？对呀，怎么会没有放味道？他哭了，好可惜啊。嗯，刚才得两票，再一票就好。茄子海鲜炒饭获胜的是，准备举牌，一、二、三，举牌，谢谢。很明显，他就是给了调味的力度。对。再不是先说，当然了，你说调味的部分，但妈妈这边调的比较好了。可是我还是认为这个叫炖饭，这不是炒饭。太水了。那我们点的是炒饭。对。如果说你来了一个炖饭，哪怕做的再怎么好，客人会讲说你这个不是炒饭，你这个是炖饭。嗯。那相对于这边，它还好，你没有加调味料。如果你是太咸的话，那没救。嗯。可是如果这盘来，我说哎，你是忘了加调味料，只要盐再补上去，它就是一个炒饭。OK。哦。所以我选这边。对。不够咸可以再加，太咸反而没救。嗯。好，阿杰师，请说。其实刚刚陈哥讲对，我是给了调味这边的分数。嗯，谢谢。哦，那么因为调味有到位，阿杰哈，调味没到位，所以人插进旁吞不下去。哦，吞不下去，因为调味呢，可以帮助口腔里面的唾液整合，它是有渗透压的，会让你容易吞食。那这个地方呢，你炒得很香，我刚刚在示范我就讲了嘛，眼睛就看出来你炒得很香。啊，到中间，总票数三票对一票，恭喜林群峰，阿美姐获胜，来颁奖，加油！意大利进口炒菜锅，恭喜两位，恭喜，谢谢，谢谢，恭喜妈妈，谢谢，来来来，你看你们永远都是第二名的面，第二名的命啊，对不对？扎心的第二名，你们第二名。这个他已经心情上已经够低落了，对了，好吧，我想你他们这一次呢，这个总冠军赛啊，这次没办法争取到最后，对不对？虽然过程高潮迭起啊，最后4-1收场，对不对？我相信明年应该给他们更大的压力。好，这次呢能够得奖，阿美姐来心情分享一下。我很开心今天能够来这里，看到两位大厨，而且做的东西真的跟我们是不能比啦，不一样，我们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叶丽萍，这未来要当更贤惠的家庭主妇，就靠这个节目，就是每天看《型男大主厨》。哎，不用，就靠这个炒饭。把这个炒饭搞定，你这个老公就搞定。看不起我，好不好？他这么好养，对不对？对。好，希望你们下次加油，明年大庆加油，好不好？再谢谢四位，谢谢。谢谢。再来两位主厨，谢谢。谢谢。大厨收到好笑也好看的《型男大主厨》，祝全国的观众朋友天天都健康又幸福。晚安，各位，拜拜。恭喜！型男欢庆端午节，程程与小乔化身霸韩与白素贞，让录影现场欢笑声不断。在我出家以前，因为我经营不善，我撇了很多钱，所以我法号就是撇海和尚。